才说啊，不是喵说，快点解脱我，我不想活了，累了累了累了。我们那时候还在研究你们叠高，我想我怎么死了？对，瞬间我叠到笑死。然后你是说我叠到猪猪那里吗？没有，我那时候想，他自己那个哈基都叠高嘞、哦，他们要从空中来，然后我就死掉了。你回到了，太难了。很难了，好笑！我被僵尸打死，说怎么会被僵尸打死？对啊，没有，我到后面还是在打那个僵尸跟那个枯工丢到你们那边去。别别，最惨了。巧克力还把我水毒球上来之后，他还我把他打下去了。对啊，我看那个喵喵这边游泳，我想啊，我把他水堵住，然后想说啊，你上不来，就没想到、啊、最后一秒还上来。然后上来之后还把我打下去，我说哇，我水才刚堵，是不是觉得不应该堵水啊？没有，然后我想去中间找陨月，就飞过头，所以你们的死就这样死了。迪叔也陪你去了，对，小雨，哎呦，直接把它敲下去，感觉又是什么？空头厂来啦，大家！哎呀，哎呀，空头时间啦、哎！啊，又是有特殊地形的是，这就看你们的工会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工会的西瓜工会又来啦！下次会修改，下次会改回来、欸。哇，下次会修正成西瓜，所以现在是站在南瓜，哦、南瓜是万瓜补血，对。哦。新增更多进度，有很多的进度啊，趣味的东西。嗯，啊、冰砖是发光跟力量十秒，哦、很强哎、欸。哦，南瓜会回血，啊，冰砖是发光跟力量。啊，打死怪也会回血、啊。然后地图有一些箱子，但里面只有空投，就是让你可以在空投的东西，不会有失去平衡的。好吧，不会像之前一样很多金苹果，不会，就只是空投。你找到哎、欸，就可以多丢一点，这样子。啊，嗯，好。然后西瓜工会，就是这几个名字，我在西瓜会不常看到呢。哇，假工会的，他们会不会是有艺名之类的、啊？艺名，他们有可能地下的啊，有没有？在埋藏在里面、哦，你们工会最深处的。对啊，在你刚知道的地方，默默也没有。欸、工会里的 CP 九，跟你讲、啊，躲在最深处哦。名字在哪？还有就那个 AC 啊，搞不好名 AC, 那个名字排列组合。哦，对啊，排列组合也要完成。有没有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其实是七个人，对不对？哦，七个人。取每个人的开头。对啊。贪婪之道，对，哎呀，没错，哎呀，懂你啊，懂啊，他们都不看啊，不要跟我们讲，对啊，都不看啊，好，再不看，再不看，就再不看啊，虽然我也没看啊，那你还没讲不开心，对啊，没几集不看，更新那么慢都不看，不看啊，不要玩啊，我看，聊一下哦，两只鸡腿吧。二十分钟后才说，好，四十分才限高限低，然后每两分钟会有空投，每两分钟哦。对，我复制一下地图啊。好好好，这样子等下玩太快，还可以再一次。玩太快呢。听起来不太妙。你看、啊，这顶多玩四十分钟嘛，我们可以玩两次啊。地图盖那么辛苦啊，哦，到时候又参观完地图就结束了。哎，对啊，真的。哎，那我猜，会不会每个人的 skin 是南瓜中之类的？欸、其实我有在想，会有两种可能啦。哎，什么？你说的这个，另一种会不会是我们就是有人十月生日这样？哎呦哎呦，谁谁啊？生日的，好像没人。后天是神生日、啊，还有我们的报名啊！哦，报名啊！报名，虽然今天没来，对啊，报名今天没来，对啊，还有报名开吗？也是报名、啊。哦，说那个国家国王啊，对啊，那也是十月呢。啊，他没来，
哇，不知道了，不知道，结果真的是，然后我们很尴尬了，我给他的。那叫好笑了、啊。我打电话 call 他，每个人打给他，我接到了。那个打，他说：“你来一下，有先玩一场有没有？如果是，他可以加第二场。欸”哈哈哈！不错不错，分对打九，分了，哎呀，分了，哎呦，小迪叔，你好，记得哦，每两分钟都有空投可以用哦。我们空投好玩的哦，爆炸机没有金头颅，没有同队伤害。好，嗯，可以，分开。拜拜！温温温温，叔你拼还好吗？有人说要打个防宣，一防宣啊一，要打吗？打很可怕、欸。防宣是什么？一些地图重新设置，真的要重新设吗？我怕有很多东西跑掉哎、欸啊，反正你们备份嘛。啊，我打打看啊，作者是要打。好、啊嗯，完全没有感觉。好，发生什么事？没关系，就直接来喽。好，九起。耶、yeah ！噔噔噔噔噔。会是什么地图呢？开。那叫我们在太原，哇哦！这感觉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在太原的地方，哎、欸，对，我也不知道中心在哪、欸。我们是随机抽圈，零零，可能吧。-5773，但我记得作者好像有说一样，三分钟还是五分钟又会有那个传送，会有事件就对了。啊，特色了。嗯，好。就可以等，然后就是没有传送，有没有？只是看一下，然后又飞回来。对，到底有没有呢？到底会发生什么事？挖起来，挖石头，九桃，确认一下，没有同队伤害。OK， 干嘛？啊，影月这边其实是三。对、啊，下面其实就有石头。哦，我看到下面有一只苦力怕，它走过去了、哦。没有，是两只。啊！哦，没有，你一滴血都没扣。我扣了半个。哦，那他踩那个，我看错了。对，我在上面。对，地形有南瓜哎、欸，找一下。哦，对，南瓜你就可以直接补血。对啊，哎呦，这不用害怕、啊，我空投来了。等一下，获得黑曜石没有、欸？一个，我拿到了一个。哎呦，好容易拿到两个。哎、欸，对耶 ，lucky 哦！我在这里放空投。一般空投、啊、怎么过？不是五那个吧？四吧？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自定空投笑他。音乐召唤水晶空投。哎、啊欸，我空投机哦，没事。吐血的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没有那个南瓜，不不不，那个、蘑菇汤哦，来，我开到一堆蜘蛛网，好吧，伸缩自在的爱，好吧，哎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应该真的是万圣节的东西，中墙，这里，哦，有看到了，还没有建筑、哎，等一下，但是我先看一下我的空投，要过去吗？算建筑也应该没什么啦，但可以也是可以先去。阿西房，哇靠，8008哎、欸，什么？巧克力呢？巧克力？哎呦，我在下面。红石口袋的阿西房，上来上来上来，这边。可恶，他不是9527。哇、哎呀，好不好有啦？很多蜘蛛网哦，我可以粘爆等等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那我们过去啊。在那边。走啊！这么近，有南瓜可以采。对，而且我有弓，哎、拿到弓了，这么快！我刚做的，因为我很多蜘蛛网。啊，那没见，是不是？一个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来了、啊、来了，被传了被传了！哇哦，这一零一，哇哦！啊，请问下面这是？啊，烟火在下面。啊哦，哎呦呦，下面、啊、下面，啊，烟火好低哦，怎么那么矮？
啊，是慢慢放上去的吗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哎，好猛哦！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怎么不是那个啊？十二月给、啊，跨年的时候吗？对啊，是吗？这不是 Happy New Year？ 哇哦，哦，一零一，要更高，要更高了吗？哦，在下面，又在下面哦哦，下面哦，一零一好像烟火真的是有这样子哎、欸，哦，它是模仿以前的有翻过的吗？对，我记得好久好久以前。歪，在哪里？中心在哪里？在那边，好远，完了，太过分了吧？有，我们有一分钟抗性，我们有一分钟抗性，我看到一零一了，好远。作者，完了，这个位置怎么这样子呢？那我们从边界外走得进去吗？可以，走得进去。啊，哪有船到边界外的？而且还没缩圈呢、啊，怎么圈那么小？我们直接在边界，他直接把圈锁在里面了。哦，所以他才给这么久的抗性是吗？对，啊，白痴了，要死了啦！哎呦，不会大家都一样吧？快到了！我也快到了！快到了！哎呦，我到了！没事！我没事了！你们呢？耶，我到了！进来了！哎呦！赢了！抓砸！我们上去说。好。哎呦！我必须说，我们这一队也是一样，但我们只是离中间可能近一点。我是最后一秒刚好到，对。哦。哎。在爬山。因为不止那个建筑在放烟火，我们也在放烟火，边界人也变成烟火了。绝命狂奔啊！所有人都在边界外，是干嘛啦？我是亡命奔逃，而且他这一个圈，我不晓得他自己弄的还是怎样，因为原本好像没那么小吧，我不知道。嗯，我都是用预设的，预设来的。看完烟火真的很厉害，就死了。看完烟火也变烟火了，也变烟火了啊！原来那些都是人的，人变成烟火啦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们变材料了，我们太难了，害怕。漂漂亮亮，还是我们等一下了。这个结束之后可以调一下圈，好，不然就是等一下再一次就是，又同样状况的话，就赶快那时候先再打个延长那个无敌时间啊，对，哦，或者是就是直接把那边界拉大啊，好耶。你好聪明哦！不会是哈记，现在才知道。你看 Biu Biu 那样嘲讽人，哇、哦，又帅又聪明又有差，可以，你吹了一个国庆假日的，可以了。而且又不会呕吐，上来吐口那个也超好笑。哎、欸，白痴是吹，好好讲话是吹捧。吹捧哪里？已经都硬了，可以了。拳头会生气，不会啊，很开心啊，为什么很生气？没有很生气，没有哎，哈基硬的团团很开心，没有，没有，求好奇怪哦，就是我在你房间找到一个洞，然后通往哈基的房间，求你，我觉得你们怪怪的。啊，你是说我在我房间挖一个洞看团团房间的那个洞吗？啊？哦，你怎么讲出来了？真好吗？天使之眼哦！你们发现哈基的床移位就是这个原因吗？哦，你发现是这样，挡住了洞，那边多，能够团团那边多一个柜子挡起来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怎样，之后就晚上看到，哎、欸。感觉有视线投入，我就直接手指直接插进去。好可怕，我以为是眼睛对眼睛哎、欸，就是另外一个眼睛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啊？左眼右眼呢 ？BO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啊！等一下，如果有那个，等一下应该说直接到那时候，我就给两分钟
抗性。好耶，好，一分钟不够，两分钟应该够了吧？你们刚刚应该。